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就位于洛杉矶罗兰岗附近的香港广场，在香港广场的对面也有另外一个美食广场。如果两个广场相对比来讲的话，香港广场这边明显就会显得人少一点。原本我就是想过来吃广州太平沙菜鸡牛腩粉的，点知过到来就发现这间店已经停业了，然后就看到这一间开了没多久的煲煲好，见到佢写住经营嘅系粤式风味，入边有台山小炒、煲仔饭同埋粥粉面等等。中午嘅时候全场坐满，打包嘅人亦都唔少。喺呢间店入边有我食啊，108蚊一只，不过就要提前预订。大家菜品就贴咗喺墙上边，菜品就真系几典型嘅粤菜风味。喺佢哋嘅墙上边，竟然就发现咗广州银记肠粉嘅各种获奖荣誉，仲有菜篮同埋银记肠粉嘅合影。原来在这间店里面是有银记肠粉吃的，不过银记肠粉的名字就没有直接写出来，除了有粤式的小炒，还有港式的点心。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们的煲仔饭，台山风味的煲仔饭今天当然要试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去到间间华人的餐厅里面吃饭，台面上面的广告纸都是一样的，尤其是黄祖泽律师的广告，真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。我们就点了一个牛肉肠粉，仲有一个广东人最喜欢的腊味煲仔饭，同埋一个黄鳝煲仔饭，每人一杯冰水。嚟到美国一段时间，好耐都未饮过热茶啦。牛肉肠粉6.99元一碟，卖相非常唔错。你哋睇下，将肠粉嘅碟上面清清楚楚就写住银记肠粉店。银记肠粉店喺广州嘅价格就普遍贵过其他嘅肠粉店，不过呢一间店嘅银记肠粉嘅价格6.99元嘅价格算唔贵噶啦。牛肉的份量不少，肠粉够薄有米香味，都是现拉出来的。最值得赞的就是他们调的豉油，和肠粉一起搭配特别的鲜。上次吃过的阿姨石磨肠粉和这间煲煲好入面的银记肠粉，如果在洛杉矶的华人想吃好吃的肠粉的话，这两间店的肠粉我都非常之推荐。这间店竟然有夏枯草卖，2.99元一杯，来到这边都没喝过凉茶，当然要整一杯来喝下啦。夏枯草凉茶味道就不是特别的浓，不过冰凉清甜都挺好喝。我们点了两份煲仔饭上来啦。这些黄鳝都是现点现汤的？不是哦，这里的煲仔饭用的就不是传统的瓦煲，而是用的不锈钢钢煲。腊味煲仔饭14.99元一煲，这煲黄鳝煲仔饭就贵很多，18.99元一煲。如果计成人民币的话，差不多成150元一煲黄鳝煲仔饭，那就当然贵了。不过要以当地人的收入来计，那就算是正常价格。饭的份量不少，也都有饭焦，吃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少少的豉油，捞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冰鲜黄鳝的味道和新鲜即汤黄鳝的味道真的相差很大，入口腥味就比较明显。黄鳝煲仔饭不推荐，腊肠和腊味煲仔饭的味道我就觉得好吃过黄鳝煲仔饭。黄鳝煲仔饭最后就剩低晒黄鳝，腊味煲仔饭就吃晒。如果讲煲仔饭，上次在 San Angelo 耀耀酸菜鱼入面吃的腊味煲仔饭才是高级水准。今天这一餐埋单加小费一共$56。如果在洛杉矶仲有好吃的煲仔饭介绍的话，记得讲给我听啊。今天的视频在洛杉矶吃腊味煲仔饭黄鳝饭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点点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啦，多谢你哋嘅支持。